怎么偏偏来吃苹果？什么？他在那干什么？属下不知。你们怎么突然说起他来了？有这事儿吗？不是我说的，你肯定记错。好了好了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关于他的消息吗？有，快说。什么？他漂亮吗？身材好吗？啊？啊什么啊？说呀。这属下不知。